无恁到底是有啥物计啦？咱恁的计是借用自家先生你的人头做功德。妙计啊！哈哈哈！也不过，咱恁的身躯被人用过刺穿了后，你又搁好，头壳若被剁落地，无着着嘛，家己搁倒转来呐。到时阵，自从若看袂着诸葛亮的人头，翻倒转来，是会受气哦。哈哈哈哈哈！袂，绝对袂。今仔日是杀球的好日子，绝对是无万一。干嘛呢？要唔过，咱恁那个比较较简单，较有效，绝对要做出欢欢喜喜，不但马上退兵，而且佫当当优秀。杜杜，敢讲你无想要听看？听看卖嘛好，无一定哦，简单佮有效。那自家先生是我去请来的咧，呀，你若将伊头壳剁起来，摕去学做错，你甲我含咱主公会予天家的人踢球呢。讲看卖，倒倒。主家不免贪油，也不免担酒，只要一界之事，一夜变酒。免再金银，也不免金绣，只要两位的水姑娘。美人计，我是当两个水姑娘嘛，就是共做美人，大小二条。这讲，三林唔敢欺骗道道，这是有根据的啊。道道，只要你做错，结做当笑谈。伊亲口说出，大家拢嘛知。用的两名女文才，伊输的地里叫伊当起玉带来，伊五万年落开怀。哼，分明是你挑拨这件。有咯，多多，三年有证据。什么证据？师傅。六条小枝条，多多为了片面，一场争战，紧张离桥啊！正义做错，路不安的。我住口！做老贼，你欺我太甚！多多，苦苦难眠啊！只要是你，多多你何必呢？怒气冲天，不好。您多多这么爱惜百姓，可是令人敬佩呀！你嘛好啦，多大夫，是安怎想？你这不知死活，搁直直讲讲袂煞，
你敢唔知大乔是先祖之妻金香之嫂啊？但小乔是五代夫人呢。孔明该死，孔明该死，孔明该是不敌不敌呀、啊！多多，良心叫乱言，死罪死罪！做老贼，我跟你死不了你。请多多下罪，请多多下罪啊！混蛋啊！你头壳跟身躯都要分家了，恐惊哦，连我也让你连累着了。我死都也不要紧，只要来到处多多改变心意，欺骗控制，才是最要紧。啊？莫非你是？你先免管，你去看多多是不是伊见人主公参详欺骗控制的代志。哦！光景，你真是决定出兵控制啊？是。你怎样注定下作？主公，就如这么。这是真好的办法，你为什么两早跟我参详？主公听见自家传夫甲遐欺负之言，那是有我插嘴的意思。啊，这公子也自告之言吗？你是安怎讲？伊讲将身奉作是心肝里呀，阮孙家奉作是无所依。主公果然认为周某是卖主求赢之辈。哎，无喏，公子，你千万唔通误会。大嫂。主公，请下令出兵。这年纪，会当出兵吗？是。我手下将士随时可出兵。做错通量，兵法万，六幺六兵，难相难。大嫂嘛是对国家一片关心，你何必过激呢？主公，公爷明仔载若是无破土之计，就任由因辅佐人家去拍死。就如你公瑾，主公，先主为言，内事不挂孟张家，外事不挂孟周瑜，并无交代讲。爱问辅佐人家，迄只是自家传夫。
主公，主公对周如的忠心，迄才是令你无法度信任是。无咯无咯，我无信任你，是要信任什么人？既然如此，请将周如一事，你讲，你请官讲，请主公下令，处斩朱家良。 来夜观找我，刚刚香油瓶在最水去。二伯，大爷在找你啊！二伯，大哥，是什么方丈在找来？二伯，吃不饱饭，请。 请坐。二弟，你来动我，是哪无来找回兄呢？大哥，小弟既然为了洪秀做事，当家成功后事，金光书未毕，怎敢及你私事呢？请大哥原谅。欢迎的。 你我乃是同胞兄弟，却各属己主，不能调拨相助。现此时，五兄弟恨下属，为兄之意不如。大哥，那洪秀乃是汉室后裔，大哥何必小弟同属老洪秀，不但兄弟相助，而且不愧祖宗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呢？兄弟。 听讲，你失职君如，敢讲你我亲兄弟也着爱失职一番嘛？啊，小弟不敢，只是大哥所讲的是情义利益，小弟所讲的是兼及忠义，望大哥三思。啊，哈哈哈哈哈！好了好了，你我兄弟，实在行。 魏兴早就知影你袂答应，只是方明不得不来劝你啊。多谢大哥谅解。二弟，魏兴有一句话，杨公，去外面看，有人来通报。哦，是。 假使你若无要投予东吴，就赶紧说来离开；若无吃，恐惊伊误了性命。大哥放心，小弟命中还佫有贵人呢。秋露思念无分寸。 心啊悲伤，故事可怜惜惆怅。你哥对你心啊尊重，愿意。
是我的妹婿，伊竟然……哎，大嫂，敢毋是迄暗你去救朱家良的代志，去予伊知影？大嫂，我替伊讲紧，向你赔罪。这又何必？哎，讲紧知安怎？甲伊朱家良好亲像三代冤仇共款。弟哥，就如伊安尼讲是，伊叫我下令杀朱家良。难怪顶下做袂出阵啊，是安那要去提功名啊？伊讲朱家良辅助老兵，伊老必承认东吴的大患啊。你敢有答应伊？我讲我派朱家杰去劝伊去老兵里事东吴，伊若肯，那时我就杀你。启禀主公，朱家杰求见。快去叫你来。是。参见主公，众夫人，郡主。连累，连地可有大碍？请主公，速速下旨调兵。退下。是。李哥，你别太自高量啊！我已经答应公瑾了，就算我不死，公瑾同我来杀伊啊！哎呀，你赶紧给伊做计嘛！为什么？你哪这么关心？啊？好不容易就如才答应起兵，我答应伊的代志，要哪能改变呢？人起袂来，这么暗嘛？一个先生啊，一个先生，好，哎呦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是什么代志？嘿，你已经回去啊？跟我家这里归顿啊？要赶我走喽？是无啦，当你讲的是什么话啊？是周都督同意起兵，你的任务已经完成啊，所以你已经回去啊？无咯，既然周都督答应要起兵，那呢我的任务才得要开始嘞啊？啊？无，这是安怎讲？啊！你讲个联名，我应该留在要东吴代表老洪秀与吴秀合作啊！哎呦，你这七岁半鸭哩呀！你来急干呢？敢讲叫我连累你的头壳是？啊！你既然会较知影，你唔着紧转去。放心，吴秀要搁爱在我的破竹之前哩，爱在你的头啦，只有多多人家己会晓设计。现在无需要用你啊啦！你敢敢跟我打赌？打赌？好好，打赌！你若输我吼，我甲老洪少的毒素，要保护你这个先生的安全，这件代志取消，我就会做也失效哦。好啊，啊你若输嘞？我，我未输啦！对啦，快点！好，跟踪用场。